子儿。哎呦，好，门开开了。老头当时就出了一个上联，说的什么呢？天流过客，谁是过客主？天流过客，谁是过客主？是不是老天爷留你都在这儿避雨来了？哦，就问谁是你们的主人。所有人光顾着摇扇子，也不理他，没人搭理。就他们老祖，嗯，特别的机灵。怎么呢？一听这是要考考我呀？嗯，当时就回了一句：“余祖行人，君记行人东。”上联是天流过客，谁为过客主？哎。下联是余祖行人，君记行人东，就是这余把我们留下来了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对的，严丝合缝。哎呦，这老员外听啊，挺好。怎么来，这位先生啊，屋里请坐。让屋里去了。那几位都纳闷啊，嗯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，都让他一个人进了？是你们可能摇的没他大，看呢。哐啷这门一关，嗯，请到屋中坐下了，请饮清茶半盏。这还是个对的上联啊。他老祖说实话怎么也不客气，对上来了没有？但求饱饭一餐。嗨，这文人呢，鸡贼起来比谁都鸡贼，问人要饭吃。哎，您别说，这个老爷一听，嗯，对的挺好，给吃的吗？来，准备准备准备。嗯嗯，准备来了啊。啊，炒白菜、焖白菜、炖白菜、煎白菜、蒸白菜，全这个。喂兔子来了，这么素呢？怎么要考考他？拿这个还要考他？哎，这还要有那么一句上联，怎么说的呢？无甚佳肴，嗯，哎，只烹园中青菜。哦，把这青菜都给你做好了。自己，我自己家种的啊。啊，哎，园中青菜，这得对个下联。他老祖多鸡贼啊。怎么呢？拿着眼睛一看，嗯，院子里可养着鸡呢。我看见这家禽了。又一看这桌子，嗯，有此美酒，有酒，请煮笼内黄鸡。哎，要吃人家鸡。惦记人家鸡吃，您琢磨琢磨文人，哎呀，这太鸡贼了。您给做了没有？老爷们高兴跟你说了吗？嗯，面上啊看着不太高兴，脸上该做还给做了，心里头真给他做鸡，红焖鸡呀，嘿，哎呦，弄上来了，嗯嗯，吃的高高兴兴，嗯嗯，寒暄几句，这就各自睡去休息了。半夜您知道吗？这老爷子呢是个企业家，他呢不是说种田的地主吗？怎么又改企业家了？就晚上老起夜。在家里老起夜的，这企业家的年龄大了，半夜起夜的时候呢，嗯，忽然听见院中有人磨刀啊，嚓嚓嚓，大晚上的谁在院里磨刀？顺着这个 Windows 缝那么一看呢，说窗户，顺着窗户这么一看呢，嗯，借着微弱的目光，什么叫微弱的目光啊？木嘛，木，月亮木。哎呀，借着微弱的目光，您别说英文了。他老祖在这磨刀呢，在院里磨刀呢。哎呦，赶紧打开门问一句，你赶紧问吧。何以持刀而磨？这就别出上联了，怎么还有上联？这里习惯了啊。他老祖刀拿上来了，嗯，唯有杀身以报。哎，没什么报答你的，我只有自杀。要自杀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多危险呀！你若死，岂不一场官府事？对呀，要我活，还需十两盘费银。哎。哎呀，这个文人呐，这脸皮也忒厚点了。其实老爷子也是眼神不好，嗯，刀背冲着自己的。嗨，第二天老头很高兴，送走，给了十两文银，真给钱呀！如此恶客，快去快去！还是个上联，有此家东还来还来。嗨，您别来了吧，好嘛。果然呢，就这样的去赶考，能考上吗？考上了，嗯，两榜进士考上了，真考上了。一考上，您知道过去那主考官啊，都爱拉拢这个门生故吏。哦哦哦哦，请到家中去做客。哦，他挑了这么七个大主考，挑了七个学生，特别喜欢啊。老爷子一是请这些学生啊，还有一个目的，还什么？他有俩闺女，俩女儿，年方二九，尚未出嫁，是吗？就把这几位挑来呀，想把这女儿给嫁出去，想在这七个里头找乘龙快婿。哪天啊？哪天请到家中去？嗯嗯，这酒刚一端上，哎，老爷子就直接说出这个来意了。老朽不才，家中有二女，不敢说闭月羞花，也颇有姿色。嗯，只是年方二九，尚未出嫁，想在其中觅俩贤婿。我找两个女婿。这七位咵就站出来了。怎么呢？丈人，别跟你说，哎，哪儿跟哪儿就丈人了？就是积极啊，你别这么积极。积极，别着急，嗯，先别急着叫。嗯嗯嗯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出一首诗。你能对出下阙来，谁对出来给谁。哦，我这两个闺女呢
名字也好听，叫大乔小乔。哪儿的大乔小乔？跟三国的大乔小乔不一样，名字重了，就这么叫。哎，就这么叫。哎，这俩姑娘18都没嫁出去，是不是长得？我刚说了，不说是闭月羞花、倾城倾貌，那也是颇有姿色。得了吧，我这个上阙词有个讲究。您这首诗是叫《珍珠倒卷帘》。怎么个珍珠倒卷帘？就是我这里边有10个数目字，我从1说到10，包含这4句诗里头。4句诗包含1到1010个数字。哎，你们给我对呀，可得对这个10到1再倒过来，所以叫珍珠倒卷帘。哦，翻着对回去叫珍珠倒卷帘。没错了，这几个对得上来吗？老头说，我先说了啊。啊，一为大乔，二小乔，一二，三分颜色，四分摇，三四，五钗六环齐打扮，5、6、7，装出8、9十分娇。4句10个数目字都在了，都有了。嗯，这几位坐在这儿啊，面面相觑，怎么对不上来？呆若木鸡。不着急，怎么天亮之前啊，对上来就算数，给1夜时间。结果呀，啊，一个一个陆陆续续借故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这个身体不适，嗯，哎，我酒量不行，各种原因啊。嗯，这都回去了，7个人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就剩他老祖一个。那是走了6个，留了1个，留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酒量不行，一上来3杯就喝多了。哎嗨，趴桌上睡着了。好，起来之后管家，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。嗯，刚才这上阙你能对下来吗？那对诗的。啊，我这个这我也酒量不行，我告辞了。哎，也要走，也要走。嗯，刚趟到门口，嗯，一抬头，怎么样？看见月亮，中天明月，忽然问这管家，嗯，哎，管家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口？今天你没看着月亮吗？嗯，19，19，6月19。哦，请老先生出来，我这下阙有了，看一眼月亮就能对上了，这是吗？哎，都来啊，都来欣赏啊，嗯，包括大乔、小乔都来了，搬着凳子，哎呀，嗑着瓜子，呱，这是我女婿。没听说过大家闺秀这模样，都来了啊，着急呀，啊，都是着急呀，啊，是吗？哎，说吧，珍珠倒卷帘，19月亮8分圆，19、8，7个秀才，6个环，7、6，5更4唱，击3鼓，5、4、3，二乔伴我一床眠，都归你了。